在美国，感恩节当天有吃火鸡的习惯，但是感恩节一过，第二天火鸡就打折了。所以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Costco 这些肉类的活动价格。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，想买的朋友赶快去抢购吧。看到现在视频里展示的就是超级大的火鸡，足足有 24.11 磅，原价 72.09 元，今天减30元。这么大的一只火鸡，整只鸡只需要 42.09 元。火鸡非常健康，并且没有任何的异味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如果你爱吃火鸡，那么不妨在今天打折的时候再入一只吧。在 Costco 里，肉类打折是非常少见的，并且 Costco 的肉的质量确实非常的好。除了刚才的火鸡以外，这款科克兰的纽约牛排肉也是非常棒的推荐。这是一整块的腰脊肉部分，非常的重，单独一磅是 8.99 元，整块是 16.2 磅。整块的牛肉原价 145.64 元，本期减25元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纽约客牛排是腰脊肉部分，由于这个部分运动量稍微大，所以肉质是更紧实的，油花也分布得很均匀，油脂含量介于肋眼与菲力之间，嚼起来的肉感也非常的过瘾。现在科克兰的猪里脊肉也有打折，原价一磅 1.99 元，整条是 8.91 磅的猪里脊，整条猪里脊原价 17.73 元，本期减8元，这样算下来一整条的猪里脊只需要 9.73 元就可以到手了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眼看着打折也要结束了，这些肉类多囤着一些也无妨，喜欢吃肉的朋友们赶紧趁这个时候多囤一些吧。再告诉大家一款肉类打折，科克兰的无骨无皮鸡胸肉，一磅 2.89 元，整个 8.12 磅分成了三份，装在了真空袋子里，整个鸡肉重 8.12 磅，原价 23.47 元，本期减5元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我们现在发的都是超市临时打折的信息，打折本上基本是看不到的，只有我们天天去 Costco 才能第一时间得到这个信息。这款适合4至99岁的乐高玩具本期也有打折，原价 39.99 元，本期折扣后 31.99 元。这款内含1500块各种形状的积木，搭配了多种的颜色，让孩子们可以彻底的释放自己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激情，这款大人也很适合哦。男士的 Champion 连帽拉链卫衣本期也有打折，原价 24.99 元，本期折扣后 17.99 元。一共有三种颜色，非常简约的设计，胸前有小 logo 标志，后线圈的材质一年四季都少不了它的实用。高姿雪肌精保湿乳液两瓶装，138毫升加68毫升的套装，原价 44.99， 本期减10元，折扣后 34.99 元。它可以保湿肌肤，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更加的容光焕发，并且还有美白的功能，可以防止紫外线引起的色斑、黑斑和皮肤干燥等问题。Weatherproof 男士冲锋衣外套原价 29.99 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后 19.99 元。此款衣服是双内里双拉链，里面还有暗袋，帽子可以拆卸，保暖效果是非常的不错。这是生原味的牛角包，40个装，原价 7.79 元，本期减 3.4 元，打折时间到11月29日。这是一款平时非常挑食的人也会爱上的原味牛角包，喜欢吃新鲜的面包却又不想天天出去买的，可以考虑囤一下这一款，只需要烤10分钟就能新鲜出炉，方便又美味。这是彩虹棉花糖谷物儿童麦片，原价 6.99 元，本期减 2.4 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其实它不仅是深受了孩子们的喜欢，更是美国家庭的常备之物，营养了几代的美国人，用它来泡牛奶、酸奶或者是直接干吃都很好吃。海盐混合蔬菜原味薯片，原价 6.69 元，折扣后 4.49 元，每袋里面包含了甜菜根、甘薯、红薯、芋头，精选了当季的天然蔬菜制成，无添加，不含反式脂肪和胆固醇，是一款老少皆宜的膨化零食，更是休闲娱乐下午茶的必备。白切达爆米花原价 5.69 元，本期减 1.7 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4日。它是非转基因、无麸质，不含花生，不含树生坚果，并且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和反式脂肪，是一款非常健康又好吃的爆米花。草饲有机芝士通心粉12杯装，原价 13.49 元，本期减 2.7 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0日。奶酪的芝士通心粉富含了铁和钙，食用简单、方便又美味，当早餐、晚餐都是可以的。这是不含咖啡因的甜辣草本茶包，一盒里面有18包，一组两盒，原价 8.99 元，本期减2元。它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草本茶，里面有辣辣的肉桂味，甜甜的橙子味，加上柠檬草、薄荷、茴香籽和生姜，这几种味道的结合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味道。
方便的白米饭八个装，原价6.99元，独居的人必备。喜欢吃米饭但又吃不了那么多的朋友，可以选择这一款方便的白米饭，在微波炉打90秒即可食用，跟电饭煲做出来的米饭是一样的味道，它是非准精英哦。这款略有不同，这个是方便的糙米六个装，一种非常健康的米饭，它非常适合减肥人群、糖尿病的朋友，并且富含了很多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糙米也含了非常多的膳食纤维，它要比一般的白米饭多了6倍的膳食纤维含量，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，防止便秘。现在7.49元。这款有机的枸杞12.49元。枸杞被认定为传统的药食两用的保健食品，它的主要功效是美容养颜，并且可以调节免疫力，保护肝脏，抗衰老。一袋足有567克，可以吃很久了。它的产地是中国。不锈钢刀叉套装65件，原价79.99元，本期减20元。这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厨房用具，也可以用于洗碗机来清洗。金色不粘防磨烘盘，原价21.9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它的材质是不粘铝，可以耐烤箱温度450华氏度。喜欢用烤箱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手这一套，它是美国生产。这是一款全自动的雨伞，原价9.99元，本期减2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3日。它不仅是全自动，也是晴雨两用伞，一键自动开关，加州的雨季马上就要到了，不想被雨淋的就提前做好入手准备吧。两个钟的插排，原价19.99元，本期减5元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日常生活里我们离不开电子产品，那么这么多的电子产品就需要相同量多的插座。这款插排有3个 USB 插头，6个接地插座，插排线有2.5米长。这是磨刀器，原价19.99元，本期减5元，打折时间到12月6日。这个品牌同样是来自德国刀具，做工非常的精细。虽然大家都比较认双立人，但是这个品牌在欧洲的市场地位比双立人还要高。这款的磨刀石专门为欧式和亚洲的刀具所设计，可以有效的防止刀具在磨刀的过程中磨损。金霸王碱性电池32个装，原价16.99元，本期减3元。相信大家对金霸王这个牌子都不陌生，是一款持久耐用的电池，现在还是大包装有折扣，在不是需要很多电池的时候，这样一大包可以用很久的。BW 宝华无线耳机，原价149.99元，本期减20元，折扣时间到11月30日。宝华是英国顶级的音箱品牌，耳机出的并不多，但要从音质的角度来说，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听音需求。喜欢每天运动的人，怕因为耳机小而丢失的，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款。这是一款防火防水的保险柜，原价229.99元，本期减40元，折扣时间到12月20日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入一个保险柜还是很有必要的，除了可以放一些首饰、财物等，还可以放重要的文件。这是加强版的生物识别安全技术，需要识别指纹与输入电子密码，加强了保险柜的安全系数。它通过了美国1小时的防火测试和 ETL 的多媒体储存设备的防火测试，是一款安全系数较高的家庭用保险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Costco 的折扣好物，很多产品尤其是肉类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。如果您通过我们才知道这些折扣信息，还希望大家会继续关注我们，我们会不间断并且及时的通知大家这些折扣的好消息，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生活上的帮助。如果您喜欢我们，可以点击关注或者按视频的小铃铛，我们有视频的更新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。好了，我要去买肉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